然后丈母娘抱起来给皮皮练习一下。哦，文丽丽我。问丽丽我是娘个人叫你当上姑娘当时姑娘不讲我们不讲是的再过一个月之后皮皮也是这样抱娃的啊现在先练习一下在中国有些地方有个说法就是怀孕的不能抱小孩不能抱婴儿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但是他们老婆说这边是可以抱的有老迷路了挂带吧好有请帮我口袋问我的六号十娘要不然要不然当时快个步步溜溜球这叫溜溜球算了那溜溜球呜呜嘞这六号你爱过吗就不给你赖咱们不给你吧咱们半落白四落白有半块米好落白好落白你爸懂吗有个爸爸奶奶叫你给有那个多一堆老给你赖赖大红的给你啊慢慢的还慢慢的不干了啊不干了啊现在练习了怎么抱练习了怎么喂奶等一会儿他要是拉屁屁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你就别想走了真的给了把你留在这里换尿布我跟你说就好玩了
丈母娘抱小孩是专业的，她是学护理的，毕竟。你们很困啊？喝完了。看起来皮皮对这个挺感兴趣的。